习惯了黑的深邃，历史绽放着的同类，藏着寂寞的氛围，无法高山做峭壁，我独自惊天动地，没有目的，没顾忌才会让我更加用力。拒绝像送你妥协，也因为是有所归，是你的我不属于谁，但让我知道我是谁，也给我一个目的地。没遇见你是谁，你拿着我的在乎，我的所有注意力，没有你的我是谁，但让我知道我是谁，你给我一个目的地，那是死的快乐，有我温度的体会，灯光里不再是黑白灰，你拿着我的在乎，我的所有注意力，但让我知道我是谁，你给我一个目的地，黑白灰我们的婚姻已经成为禁锢你的牢笼，这世上最希望你自由自在，不要成为笼中鸟的人是我，到最后让你活在谎言与痛苦里的人也是我。现在我想打开这个笼子，放你自由。不，你没有困住我，你一直是最守护我的那个人。我这辈子都会守护在你身边，只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罢了。但是你心里很清楚，不忘一直在你心里面的最深处，你对他来说也是一样的存在。你们之间一直有着我无法介入的某种默契，关键时刻为对方舍命相护，这些都是我看在眼里的。他才是那个可以给你幸福的人。回到太原城，我便会解除婚约，还世人一个交代。但是在此刻，在我还是你夫君之时，会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什么？陪伴不忘疗伤，陪他度过最难熬的时刻。听说人在死后的12个时辰之内
你对他说的话，他还是可以听得见的。你能这样陪着我，让我跟文言说说话吗？嗯，文言，在我住在博王府的时候，和大家一起那么无微不至的照顾我，而你们也一直照顾着博王。你主子他不爱说话，纵然有一肚子的委屈，他也只会放在心里。但是我想你一定知道，他有多感激。这辈子有你这样子的兄弟，博王他自小与狼一起长大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他不甚了解，甚至他认为人类并不那么值得信任。是我对不起他，是你们治愈了他，弥补了我对他的伤害。你们是我让他心灰意冷之后，带给他最真挚、最长情谊的人。如果没有你们，他一定过得比以前还要孤单。快救主子！快救主子！会连同你的份一起好好照顾博王。谢谢。至于方才皇女口中说的，从今往后会替文燕照顾我，心领了。但别再多做些什么，怕造成误会。没有误会，因为不久之后我将不再是传王妃，而我对文言所说的也都是真心话。在我知道你与博相成企图以命相还的所有弥补之后，我便决定不再拒你于千里之外。其实你早就忏悔了，变了，只是瞒着我。集中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我了，是我一直误会你至今。谢谢你为我做了那么多。是我先伤害你，
你在博乡已经还完了。我拿剑亲手捅进你的胸口，你拼命想要赎罪，想要还我，这份心让我可以原谅一切。人生苦短，命运难测，我们谁都不知道下一刻会与谁告别。我想也许我们都应该珍惜眼下的日子。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重要的人。王女，如果想跟文爷多聊聊，本王就不打扰了。博王，时辰不早了，王女早点回去休息。你的目光中坚定而温柔，想对我诉说的放手后应该痛不欲生吧。你在看什么？小姑娘别多问，才刚遭逢失恋，这就看我气态美女几次。怎么不行啊？都弄皱了，我的绝版珍藏。画风这么好，别逞强了，别烦我了。好吧，美女自然要有美酒陪，本公主呢带了我们这里最好的酒。这才对嘛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说实话，你现在心里一定不好受吧？本公主问你，为何你会决定说出真相呢？因为博望和翟姓是同一种人。同一种人？博王选择隐瞒是为了翟星，翟星选择压抑为了我，但两个人都不快乐，
我为了成全他们的心愿，我也不快乐。追根究底，他们俩都靠着命运的脚镣，两个人都无法靠近彼此，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太痛苦了。所以，我决定砍断他们的脚镣。虽然摘星现在还放不下，但是我至少可以做到，还他真相，放他自由。至少，他不再是被仇恨所禁锢的笼中鸟。那你的心不会疼吗？心疼啊，但过一会儿就把它放下吧。人生还有很多事情，比儿女之情、风花雪月要重要得多。哎，这什么戏都让博王做足了，悲剧英雄也给他当了。我这一次放手，应该是无人能敌的潇洒吧。你是我见过最潇洒的男人了。手一握，我只有马摘星。手一放，我又满天星。我的满天星，不许随便看别的女人。哎，王娜，你还给我满天星，这是我珍藏版。给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，不给，不给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还打算瞒我多久？我身受伤病折磨，已无药可救，你我都清楚，又何必惊讶？你来见我，可是因为这段时间四弟那里出了变故。此刻你还在担心别人？果不其然，见黑血，你便命不久矣。这种情况多久了？我本来还在想，以我的身体，能不能撑到数日后捉拿楚有归。但既然你来了，我想，应该没问题了。你执意对付楚有归，你这就等于，你这就等于，让我亲手杀了你。生死同命，我明白你的感受。你根本就不明白，你根本就不明白。姚姬，我求你完成我最后一个愿望，让我坚持到五日后捉拿楚有归，等四弟顺利登基与晋国修好后，就能终结楚魁暴政，从此天下太平。你那个青梅竹马，可知你命不久矣。我不会让他知道的。
在我抓住楚有贵后，我会消失于世。这就是你想要的丹药，它可以减轻你的伤痛。你走得过来，我就给你。不能再成全你了，真的不能。你出现是因为担心他的身子吗？你可知五日之后博王就要潜入京城对付楚有贵？看你的神情，你不知道，你更不可能知道博王打算扳倒楚有贵之后独自消失于世，了此残生。是不是因为他身体已经越来越差，所以他才……你还不算蠢吗？你也察觉到了变化，也翻阅了医书。但是博王，他根本就不想让你知道真相。他的身子到底如何？求你告诉我。我与博王生死同命，但凡是他想要的，我必无悔成全。但我宁愿博望恨我，我也要让你知道真相。归根究底，都是因为你。若不是当年你让博王万念俱灰，他根本就不会掉下悬崖，更不会被迫服下楚魁给他的药，从此让他痛病缠身。而在长生陵，他又为你挡下了楚有贵那一剑，致使他无药可救，都是因为你，这都是因为你。而博王现在就只余下半年的性命了。很好，原来你对他不是全然没有感觉。如果他再不安心疗伤，恐怕连半年的性命都没有了。但我希望在这半年里，他能过得无忧，他能笑容满面。
而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给他带来快乐的人。姚姬，你对博王这把匕首，是博王至今唯一送过我的东西。但博襄战后，为了救他，我不得不毁了这匕首。这便是我与他之间最近也是最远的距离。我虽与他生死同命，但却并非生死同心。心有灵犀的是你们，我姚姬平生从未求过任何人，但是马摘星，我求你。我求你在他余下的半年里好好照顾他那颗伤痕累累却隐藏委屈的心，好吗？我其实很嫉妒你，我嫉妒你这么多年来博王每次有心事的时候都是第一时间告诉你，也谢谢你总是无所求的在他身边照顾着他。谢谢你。可他终究不是我的博王，他是等了你一辈子的郎才。前几日推开我，是因为知道自己给不了我未来吗？想问小狼，愿不愿意变成人，永远陪在星儿身边？
你醒了，稍等一会儿，我晒完衣服就吃饭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六儿他们急冲帮忙，让所有人都先离开了，把这个地方空出来留给我们，你需要安静休养。我不需要你的照顾，回去。不仅是你的身体，我的心也需要休息疗养。你知道吗？在我心里，最想过却又过不上的日子是什么样子的？就是可以跟狼仔一起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，我们两个一起把洗好的衣服晾干，他力气大，在旁边帮我拧干，我就一件一件的把它挂上，别让它皱了。烧碗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会一起做饭，然后我们就坐在这里一起吃饭。饭菜虽然简单，却很香。中间呢，还会放着他最爱吃的肉包子。这样的画面，我偷偷幻想过无数次。那狼崽要是不在了呢？我一直在这说，你若不在了，我依然想过这样的日子。我一个人会把晾你衣服的地方空出来，想象着你的衣服还挂在那儿。晚饭的时候，我会摆上你的碗筷，告诉自己我们两个依然在一起吃饭。只是永远都只有我一个人。这样的日子，我真的过不到了吗？别胡说了，你要记得告诉我了。那天你疼痛男人倒下时，我看见了，你昏迷了两天两夜。这两天我担心害怕，我怕这样的日子我再也过不到了。别怕，我现在好多了，最糟糕的状况也还有半年。你想要晾衣服，晾几千件都不是问题。我陪你吃饭，吃到你不想吃为止。你会牢牢拥抱我，
我们两个错过了太多次，这一次你应该不会推开我了吧？你想过的日子和我一模一样。未曾变过，像一万年前那一颗星球依旧在闪烁。你这一生异常艰辛，我就不信上天对你如此苛刻。还有半年的时间，我不放弃，你也不许放弃，绝对不可以放弃。站在这儿，我会紧张。我都不知道你会做菜。你看我切成这个样子，我像是会做菜的吗？只要是你做的，我都吃。我想，我们两个若是能厮守在一起，应该每日都是如此。清晨，我比你早一点离开床铺，为你准备一顿早膳。胡扯！一定是我比你早许多离开床铺，你都睡到日上三竿。原来在你心中，我是这么好吃懒做的人。不是，我不想让你那么早起来。不管你是皇女或是郡主还是我的妻子，我都不愿意让你吃苦。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要比你早起。看着你的睡颜，觉得我夫君生得真好看，尤其是笑起来的样子。可是他不爱笑。不爱笑？我很爱笑，只是我只爱对你开怀大笑，但你又不在我身边，所以我就不笑了。不会了，以后心儿会永远待在狼仔身边。那狼仔就天天对心儿笑。那是什么？面粉和糖啊。你要做什么好吃的？你先别管那么多了，你出去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就知道了啊。推我？不是说不离开我吗？你就等一下，很快就知道了。我去哪儿？外面下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永远，也许还在挑鱼刺啊？别忙了，我自己会注意的。鱼刺这么多，万一卡到怎么办？没有往后退。
我看，以前什么都不会的狼崽，现在居然变得这么会照顾人。去点。多吃成小花猫了。来这爱再一点交换，你多狂就偏偏飞起舞的经典。每当你忘快乐的来源，狼崽对心儿不曾有变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只是来给你们送些水的，你们就当我不存在，不存在啊。你们继续，别走，我有事找你。分开不难受，难受的是两颗心。感谢